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我不去。什么地方也没去？什么地方也没去？真的假的？啊，就像昨天那个的也说不出个所以来了。那么我说你什么时候去的？也不敢说，就啊，我说你出去干什么来的？work， 几个 work 啊？你 work work 到什么地儿去了？啊，我就是散散步 ，work， 几个 work。我说你 work 到电油亭干什么去了？你跑到那个汽油站干什么？眼睛睁得大大的。我什么？你到那儿干什么去了？我到那儿看看。我说你看看买的什么东西？没有啊，没有，你香烟从什么地方来？这一问他傻了，眼睛睁大大的。我到那买一包香烟，啊，买一包香烟，你又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有 work， 啊 ，work， 你 work 怎么 work 到巴士上去了？啊，你到巴士上干什么？你在巴士上 work？ 我到。高等级 part 啊，这个 number five parts 啊，我说你提不提个 number five parts？ 那你在车上有没有抽香烟？啊，没有，我没有，没有。你为什么给一个黑的女人一支香烟？哦，他更吓坏了，就。我给他一支香烟，我好和他 talk 啊，你 talk 为什么你不和那个男人 talk， 你为什么要找一个黑女人 talk？ 啊，他说我没有旁人嘛，啊，我说那车上有四五个人没有旁人，谁对你说的？我说不是你方才告诉我的吗？我没有告诉你，你没有告诉我，你忘了，刚才告诉我，怎么样？喝坏，那我真打人了。我告诉你，不是假的，我拿起这么长一个木头棒子，照头上，很用力，打了一下。我告诉你，你以后再也如果不守我的规矩，我一定打死你。难怪他们大家说我是人民教。这回就喝的，以后再也不敢偷着跑出去了。这是我最初啊教化美国人的第一次啊，把所有的当时很多他们美国人在那听的都是毛骨悚然，怎么回事呢？啊，就是你怎么知道的？不是你方才告诉我的吗？谁问我，我就这么对问他们，我就这么答复他们。他们到现在也是莫名其妙。今天呢，你们讲一讲这个公案给你们听听。所以美国人呢，很多在我面前不敢打妄语，就是这样。我还给你们讲一个故事，你们愿不愿意听？也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也是我有一个美国的徒弟，这个。国务认识这个这就是那个白天那个儿子叫果树啊，这果树啊很诚心的去出家。出家以后在庙上呢，他有不知道和哪一位师兄弟呀，不能合得来，这个师兄弟就常欺负他，他就受不了气呀，就跑了去住茅棚。一住茅棚呢，先前的在他妈妈一个房子里住一个人呢，觉得也没有什么大意思，也没开悟，那么就跑到啊，大要现在就是万佛城北边的那个山呢，
这叫什么差祖母好像是什么是年期呢三个呢山上住啊，那天他就回来了，回来就问我，说是我现在想要回来，我不知道是还在那儿住好吗，是回来好。我说你去的时候也没有问过我，你去，你回来为什么你要问我？你去没有问我，你回来也不要问。这个意思呢，就是你随便，你愿意回来就回来，你走你自己走的，你回来你还不要问我，因为我不能说你回来，因为我叫他回来，他好像他这个有了这个什么了，有了仗势了，我不能说这话。他跪到我面前正着讲的话呢，耳朵上就有。你在耳朵上一拉，就拉出一条头发，这条头发有三尺多长，大约没三尺也有两尺半，这么长。哎，我说你在什么地方带来这么个宝贝呀、啊？这个，那横观写一个文章叫《一条头发记》，他写过，你们不知有没有人看过？《一条头发记》，《一条头发记》就是一根头发。哎，我说你在什么地方带了这么一个宝贝啊？你要说这个头发在金山寺来的，金山寺没有这个这么长头发的人再者说你这个条头发你会认识这条头发是谁的，你在这个是在你住那个地方你怎么会带了一条头发回来？他就问认不认识这个条头发，认识，我认识是谁？那一个女人的头发。我说女人的头发怎么跑到你耳朵上去了？说说看。没有什么。我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个女人为什么要拿枪把你打死？哦，这个时候他也吓得睁着眼睛，不敢说话。我说你坦白讲。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又找警察来？你们为什么又去找警察，把这个女人弄跑的？我说你赶快，你坦白说，你不要往那说了。因为在那山上那住茅棚嘛，住就来一个男人，来个男人和他在一起住茅棚。住茅棚呢，以后又来个女人，就是这男人的女朋友，他们也在一起住。在一起住嘛，他就影响着这个男朋友不要这个女朋友了，要修行，就把这个女人给赶走了，撵走了。这个女人受这么个侮辱，就下决心想要杀了他们俩。所以第二趟又回来就拿了个枪就问他你为什么你把我这个男朋友给抢去他认为他抢他男朋友了，所以要把他男朋友和这个我这个徒弟都要枪毙。这时候他们喝得没有办法，就打电话给警察，这真是找警察来保护了。那么就来了四五个警察，把这个女人呢就给抓走了。所以他就不敢在那儿住了，回来问我是要回来呀是还在那儿住，就这么原因。但说完了这个事情，这条头发也没有了，不知道哪去了，也没有刮风，也什么也没有，就头发找不着了。所以这叫一条头发记。